关键点呢，就在于这个乌木匣子。乌木匣？哦，这个乌木匣是我和欧奇一起在萧木匠家找到的。当年的小乙就是用这个盒子来装那四件宝物。萧木匠看到小乙从山洞里出来，抱着这个盒子，回到岛上之后，便取了那四件宝物。他便想当然地认为。 宝藏就在那个山洞。那实际上呢？实际上，小乙从山洞出来的时候，这个盒子是空的。那个山洞也不是藏宝地。那天萧木匠睡着的时候，小乙才去了真正的藏宝地。